来帮我看看这件货怎么样。这料子不错啊，多少钱买的？10000多。一万多多少吗？11000还是12000？真是的。卖给你了。啊？卖给我？12000。上你的当了，你这个啊？是不是男人呀？我怎么敢卖呀？是不是男人？你说了还不算吗？啊？你就别后悔啊！等我调出成品，你看你舍不舍得卖啊？啊？别后悔啊！别后悔。好。行吧，那你看着啊，等着。这个料子呢，我设计了一个乐山大佛，两边凸起的位置呢，给它做成了山峰和树木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干，这种东西不值12000吗？那我们就打一下老板娘的脸，看看起货到底值不值这个价钱。现在呢，半成品已经做出来了，你们感觉怎么样？还没有抛光，这个是抛光的效果，你们觉得值吗？这个价钱。